我哋深信在职培训的重要性，因此教育局委托大专院校开办三层课程。究竟院校在设计有关的培训课程时，有啲咩考虑呢？在考虑嗰个课程的框架同埋设计咧，喺当时嚟讲，我哋同教育局都有个紧密合作嘅。咁大家都知道咧，就系办个课程嘅目的啦。咁喺個框架裏邊咧，我哋會明白到就係希望能夠幫到主流學校嘅老師，特別一啲咧係收納緊比較多種不同特殊學習需要嘅學生嘅學校，咁希望能夠咧提供一啲真係好有針對性，同埋亦都係好加快地咧佢哋嗰班團隊嘅訓練嚇。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嘅理想，就係話我哋點樣可以將我哋嘅研究嘅結果，然后能够分享给老师，然后老师能够将这些结果呢，还真还能够运用在教学当中，能够真还能够帮助到这些有学习方面有困难的这些学生。有的 evidence base 就是要有研究基础的这些教学了。所以我们能够在一个教师训练的课程里面呢，将这些以科研同埋老師的一些教學呢，能夠將它結合起來呢，能夠最後能夠幫助到我們的學生呢，這個是我們真的很高興見到的成果。